家就採購咗大概400組嘅米，啊200組嘅油，200組嘅呢一個奶製品，以及到600組嘅蔬菜同埋呢個100組嘅呢個肉類，亦都推出咗一啲產品嘅話咧，例如啦一啲奶茶、水果茶啦，提供更加多嘅品類嘅話，為市民提供到服務，滿足到佢哋依家嘅需求。又要備貨啦，又要根據市民的要求同埋根據佢哋荔灣社區嘅要求嘅街道嘅要求，我哋進行備貨，咁通常都係幹到即係配貨配到凌晨先會先去休息嘅。黨員嘅情況就不怕苦不怕累噶啦，咁市民佢哋有要求，我哋一定要滿足嘅，所以我哋係唔怕苦唔怕累，一定要去完成呢項任務嘅。我哋會制定咗呢個價目單，提前嘅話咧，同居委啊，同街道去溝通，即係令啲市民咧喺前一晚或者係提前半日就已經知道價錢咧係點樣嘅。市民亦都可以咧喺屋企先揀好咗，到時咧喺居委嘅通知下邊嘅話，去到現場嗰度自由選擇。